你往哪跑？跑定住。跟上吧。肯定跟啊。他学医的话就会下去。你们死了呀！他这个下面也有人。跑不了的了。看人头给谁了？我留个蓝牌吃人头。哎，没吃到。在看你直播。我是他弟弟。大哥，我想到等一下让你唱什么歌了。哎，不唱歌，不唱歌。打游戏，打游戏。好，打完再唱。撸啊撸主播搞花里胡哨的干什么？胆子太大了，还有嘴型，好，追得很舒服，死了，啊，点他，再点 ，OK， 爆点。你看完之后，你要看出来这个门道，你哪怕就是我哪些地方不到位，你要能指出来。刚才这波没有问题啊。对呀、啊，那没有问题，你要把它讲出来。你要告诉我，我厉害在哪儿？你刚才这有没有细节啊？不然我教你一个月，你没得成长，你还不是大师，那怎么搞？你说你还是在钻石混，混什么呢？没有梦想，对不对？咸鱼，咸鱼，咸鱼，我要把你培养成大师，大师，好吧？虽然你现在的游戏的功底、基本功你是到不了大师的。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教练，能够让你强行到大师，强行到大师，强行到大师。有没有角度上王者？不可能，上王者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距离太近了，距离太近了炸不嘛、距离太近导致他的技能不是想，有些时候不是自己要控制的那个角度嘛。哎，他这是想强杀你啊！他这个在乱搞嘛，他已经。我觉得你能把他带走。我那肯定的呀。他已经失去理智了，你没看到吗？这种呢，飞不飞？飞，这个时候飞，好吧。哈、啊，出事！你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这波最少双杀，你看着吧，我就这么告诉你。哎，这个定怎么这么久啊？这个定有点久，勾引的有点过了。我完全可以不用死，有闪现有金身。你笑什么呢？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有些时候啊。很多观众在看我打的时候，有一个细节是没有注意的，就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平常以为的这种，就是你看到的所谓的菜盒这些东西，是因为我在讲话。你不信，你等会你来打，你只要能从头到尾你能讲话，我算你厉害，明白吧？根本不给，你笑啥？你别这个，你不能引我，引我笑，引我讲话。我下半不能笑。我十分钟结束。很多东西其实我是不想说的，很多东西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播的身份，我是不想去解释的，因为没有意义，知道吧？不需要给大家证明你有多强，因为这不是你的工作，你的工作是让大家有东西，能够感受到东西，无论是技术还是开心还是娱乐，这就够了，其他东西不用讲，没有意义，知道吧？所以等会你来打一下，我打一把，你试一下。我要看到的不是你一丝不苟的在这边打游戏，你可以做到强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在干什么。对不对？我要知道你在干什么，行不行 ？OK， 试一下。试一下。那你现在试一下。现在就试。现在试一下，好吧？来。行，我哎，玩的一般。没事嘛，这个这么大优势了。现在就没什么要干的，推线了，推线，游戏结束，把下路推了，上路推了，上高地。游戏改锁，这不能飞，你别笑，你
快撤，赶快走。好，打不了了。你看啊，我不会卡牌，你这个叫不会卡牌，我不会。你一个钻石水平，你能走的这个准备出来，我不会卡牌，这个会不会卡牌没关系。而且你鼠标我也不习惯。你第一认真打 ，OK， 好，请认真打，好吧？我这么好的战绩，你别把它搞。你先认真打，我不跟你笑。好，我没有跟你笑。好，你先认真打。行。然后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。行。我就看他们打不打架嘛。如果他们打架，我就跟他们打；不打的话，我们转到上路再推他们上路高地。到时候再配合大龙，加上他们三路被迫一波把他们带走，这是我的想法。但是我只是这样预定的，这样设想的。OK， 他不可能就是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样子来发展，就不一定，因为这个游戏它是即时战略游戏。很好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可以，对，好。这时候即时战略游戏，给我满分，好，可以，我站远处 Q 他们就行了，我不能走近，毕竟我是个法师。然后没事拿蓝牌偷他一下，偷他一个塔，反正利用手长的优势就站在远处，别靠近，随便切个牌先打出去，然后站远处再 Q 切牌打兵，哎，带走。打瞎子，哎呀，不能给他踢过去。好，不用，哎，可以。一波不掉，回家补给一下。好，走。再吃他一个大鸟。顶住，哟，走位，走位。顶住，哎。可以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走位啊，钉啊！你搞这个东西，你走位就钉，你钉什么钉？你走什么位？你走什么位？告诉我啊！你就这个东西、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我毕竟我 你也不会玩卡牌。不是，我跟你、我说你会钉。你这没有别。你先别阴我一下好吧，大哥，我跟你、你慢慢走位啊，你盯，你把观众全部盯跑，你盯去吧。我靠，然后很快，我也是高地，是高地。好，搞定，搞定，搞定。搞定。嗯。还行吧，我卡牌熟练度不是很高。不是很高，对。嗯。